麦克大叔，今天呢又要来开箱啦。这一款呢 Photo Pro 的 S 三脚架呢，是最多学生会购买的入门级脚架。今天呢，贝克大叔呢也来开箱这一款脚架。贝克大叔是导演。Yes。大叔觉得呢，这款脚架呢方便携带，无论是做直播、拍摄影片、照片都非常的方便，手机、相机或者是小型的单眼都适用哦。它的价格适中，多种颜色可选，而且颜色还蛮讨喜的。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，可以考虑看看哦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贝克大叔的影片的话，帮我按个赞或者是分享哦，拜拜。